欢迎茶会由中印两文经协会理事长曹荣主持。曹理事长指出，中印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复兴东方文化。辛哈先生是一位自由斗士，这次来访将增强中印双方共同的努力。他深信中印两国之间不久将会恢复以往的一切友好关系。辛哈接着也在茶会中致辞，他首先一再代表印度人民向蒋总统致崇高的敬意。他说，蒋总统不只是中华民国的，同时也是世界的领导明灯。辛哈并且指出，中印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消失，他将永远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奋斗。